刚刚回来，看看掌柜今天晚上做什么菜准备。哇，你买了这么多五花肉。三斤。这是准备弄五花肉什么呀？煎一个五花肉吃。哦，煎五花肉是吧？对。哎呦，吐奶喽，吐奶去喽。自己一个人躺着玩啊。哦，没擦干净。一个马上就是，那马上就喝到。马上喝到。放在了那个空气那里。刚刚爱宝吃完牛奶，现在已经睡着了，睡得很熟。好香啊，掌门。好香。香是很香。你过来加了胡萝卜进去的是吧？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水果？想吃的水果吗？我们有那个，有苹果。你要去街上吗？我想去。你去吗？但是你能拿到快递吗？快递拿不到，我去那边，我去超市，我看你去不去。去超市。对，外码。就是我们上次去过的吗？你还没去过吧？这边的沃尔玛是吧？对，你还没去过吧？没有。你想去吗？远吗？不远，就在大娘那里。哦。你想去吗？大娘那边不是离体育馆很近吗？不是这。大娘是吧？对。哦。你想去吗？也行啊。那我们赶紧吃完去吧。现在是7:20。那吃完最多8:20我们就睡吧。7:20。蛮早的嘛。喂。那小宝已经睡着了哟。哈哈。妈妈，这个还挺好吃的。挺好吃的，咸不咸？有点点咸。我都不想吃，他要吃。他说有点咸，从你明天开始就没有雨下了。就有啊，明天不下雨，后天又有雨下。你不是说从明天开始没有雨，后天就天晴吗？没有，也有雨。从那湖南天气，从小满那会儿也是下雨，一直下到现在。真的是下了胳膊都新奇了吧。小宝睡着了，热嘟嘟的，你看他这一身身的肉。想喝水。想喝水啊。那你背景音乐放一点。吃完赶紧回去吧。我们车内的电只有20%几了，现在要去我们那个陶瓷画室把那个电给接起来。哦，你这个是还没热，先吃菜。哦，先吃。难怪我都感觉怎么有点冷的嘞。吃完去逛个超市。哇，肉汤直接这样子的。这个肉汤好吃一点，能够看到底，清澈见底，看到没有？瘦肉汤吧。子涵喜欢吃。
你给它吃了。尝一下。嗯。怎么有小宝的勺子？嗯。嗯，这个胡萝卜好吃。你还加了豆豉吗？没有。好吃啊！嗯，爸爸肯定是加了盐又加盐，那你怎么会这么咸呢？加了盐又加盐。嗯。没有，我是腌制的。啊。腌制的。哎呀，小宝啊，你怎么这么还有皮肤这么好看呢？白里透红的。嗯。这里面就我和小宝的皮肤好看。嗯。子涵的皮肤像你，嗯，不过子涵的皮肤稍微比爸爸的要白净一些。他现在还小，迟早要扑我的后尘。那不一定哦，也有的男的皮肤好的。嗯，你们说小芳是不是？我不要饭。稍微打扮一下就挺漂亮的。其实穿方面呢还是蛮合适的，现在我就是稍微戴了一个耳环，嗯，画了个眉是吧，嗯，看一下我转过来看一下啊，你看看得多了，你倒这么多给爸爸，哎呀不倒了不倒了，你这一倒就是五块钱没了，你就这点子啊。嗯，你是觉得爸爸喜欢吃是吧？嗯，你喜欢吃啦，宝宝，就可以多点。你快吃，这里面有蒜啊。